这个游戏是小卡游戏。好嘞 ，OK， 小卡游戏。作为小卡商人，我觉得你得给我那个给我用我小卡的小卡费，一张五块钱，一多日有时。小卡游戏，来吧来吧，赶紧来吧来吧来。大家听懂规则了吗？听懂规则了。规则就是翻到谁就爆谁。对。翻到两个就爆两个。对。转圈，我看不到。这怎么算啊？这咋算啊？我先报了吧。这边看的是药文啊，节目我距离离远了，对，我就等张元那一张，我就预判了，我这有点，但你不能把我报了。好，我可以再。第一分由药文获得。来第二张啊！你不能太靠近。三、二、一。谁啊？马振轩。马振轩，哎，我先报了。你们就心不心饰演了，是吧？还是我吧，应该。那对我们干嘛？那你举办一下吧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了。这是左边。马哥最终的答案是？我真不知道，你们。刚才应该是耀文和张哥。那就两个都加分吧。那就耀文跟张哥都加一分，好吗？啊，可以，那也可以，两个都加分吧。马哥展示一下吧。让马哥展示一下吧。不是，我眼睛近。我跟你说，来，马哥，张哥帮我发一个。快距离！张哥，你说了就看不清楚，真的是。太谁哥呢？谁加特写零？快展示给那个，然后特写推进去。看到了，拍一下那个，摆一下相同的 pose。张哥是吧？哎，太棒了，眼睛都一模一样。我提醒一下，如果闪去画面上有两个人，就抱着两个人多。就是下面是两个人的，两个人其中一个都算是吧？哎，头，两个人其中一个都算吗？对呀，这个最后一个都。那我就选一个没人的。是谁啊？马哥！我报。马哥！这谁？天，马哥！哦，以后想演的呀？我是马哥。哎，太好了！这是丁哥，丁哥获得了一分，然后张哥。以后钱就在我这儿，我的手一直挡着马哥。谁呀？这是谁呀？我报。他们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我觉得我这个动作应该也算吧。自爆不得分，自爆不得分。那为什么马哥打我？对，刚才那轮是丁哥和张哥获胜，来展示一下那个卡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们展示完放那儿就行，可以不用玩。OK。三、二、一，转身吧。哎，我一直抱着呢，还有马哥。哎，我这直接抱着的。哎呀，马哥就是 bug。丁哥。丁哥和耀文，我一直抱着你的，根本看不清。卡 bug， 真的，我今天进不了分了。卡 bug， 你哪儿都不许去。行，下一个不算。你们现在有四位零分俱乐部的哈。谁呀？下一个是就是七步惊世言。给我看看。不能先报在一起。给我看看。啊，不报。好好好。三二一。张俊，马哥。哎呀，先把我拦住了。啊！首先这一分丁哥耀文，哎，那就是杨算是吗？翔哥一分，丁哥一分。我没有张俊元啊，叶爸看错了，还是我。他都没说话，他把我抱着，我发现了这个游戏的新玩法，对近视眼有利的玩法。把我抱着干嘛呀？我是猜的，没想卡，没想卡，我只是拿过来。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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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安全了！哎，他这么超你，你能理解吗？没事。好嘞，他们都。快点的，贺峻霖，姚文，谁呀？谁呀？这谁呀？这谁呀？谁呀？一直放着贺峻霖，谁呀？这谁呀？我呀！我猜是贺峻霖，我猜是贺峻霖，我是预判的。谁呀？这是谁呀？丁哥获得了一分。啊，不是吧？哦，是贺峻霖。这，我都没看清楚。弱势在超了。我是丁哥。我先。哎呀，宝贝，单人这个我应该报自己算分吧？谁想报谁？我单人这个。我白了。单人这个 boss 应该算分吧？不然的话，我就加不了分嘛。三、二、一。幺儿。张志远，张志远是我吗？我以为是贺峻霖。我给你展示，我展示卡，报了了。张哥，你展示你算的话就是张哥这。今天零分俱乐部还有两位，张斌的我，一个抱我。谁
呀？我抱的贺峻霖，没人抱我吗？没有我的，我先抱了，我先抱人，我先抱了，没人抱我吗？先抱了，我先抱，不是，先抱我。谁呀？我抱的贺峻霖，没人抱我吗？没有我的，我先抱了，我先抱人，我先抱了，没人抱我吗？先抱了，我先抱，不是，让我要辨认好，甩腰呢？但其实我去抱的丁哥，哎，他抱的我，这算什么呢？看着丁哥，这算什么呢？按规则来讲是要抱，对啊，我对啊，所以要玩抱不算。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解释一下，老哥。哎，有人看一下我这儿吗？都要给我锁死了都。我本来都觉得自己没了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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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呀，还真是你，还真是你，好聪明啊！还真是你，好聪明啊！丁哥展示一下，帅气的药丸。好，来，我开始新的了。帅气的药丸给大家加。哎，咱们好了，抱好了，犯规，我抱了谁啊？犯规，我的青春恋人谁啊？我第一波抱了丁哥，但是我没什么。犯规！给了你了是吧？姚翔提前抱，就像预判，我还以为是贺呢。强哥抱了你，强哥抱了我。晚上唱吧。哎，谁和谁？等他报密，等一下，犯规，我看不见了，会有他的。抱了，我一分都没有，过来一点呗，我都没抱了，咱俩现在一分也没有。先不能抱，三二一，廖文，我被墙锁住了，我一堆人在这儿等着，你在这儿打我一样，我一抱。你干什么呀？我看见人就在这儿打我呀。好难啊，我们俩同。那你分我没分啊。哎，这犯规啊！犯规！先报了啊！不报不报。这样我们公平一点，就不能碰别人。好，不能碰啊！你说的时候，三二一。哎呀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一分！哎呀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一分！一分 ！Yes， 完了。你看，哥给你支了招，还有分了。OK， 马西现在没分了。这个不就是零分了？玻璃零分联盟。没看到，但我感觉帅，但是我觉得帅的是丁哥。我先。我为什么冲上来送分啊？没有，我看到他那个表情就很。我以为是，哎呀，二点三啊？不对呀。三二一。你放开嘛！哎，提前锁死。我站是吧？你站是，我们不是一起刷分吗？你怎么站那儿站的呀？我突然感觉到赢的概率最大的应该是马哥，下一个。赢的乐趣，我天哪！好谁啊？加油！你们是不是上去的？哎呀！妈呀！抢分了去了！来采访一下翔哥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觉得翔哥神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来送，这送的，看这个人。张志远呢？张哥你在哪儿？张哥你在哪儿？张哥你在哪儿？三二一，哇！是谁啊？哎呀！要完了，吃不了了。强哥那个卡展示了吗？展示了吧。谁呀？再给我抱我！还要这种的？还要这样玩？还能这样吗？我好爱你啊，兵哥！兵哥就是直接跑了，你又少人了。他怎么又进去？算先生。没事，让他躲会儿吧，让他休息一下吧。让他休息一下吧。快翻呀！三、二、一。科尔，我又抱我又抱。嘿嘿嘿，全是科尔啊！没事，没有啊。
下一个就不是他了，张天，来我们来坐着玩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先放开，先放手，先放手，三二一，上轩，这也好想办，这谁呀？想，我报名，想。就我先弄的，是我呀，是我。啊嘞，还真是我们原来长得这么实在一点。啊，我是头一次觉得我们怎么长，我一直以为是你。演罢了，非根溯源。你要不然我先报的。哥，谁呀？何俊文、杨翔。我先报的，他们俩不能互相报吗？你先报的，我在这干啥呢？那我报哪个嘛？哪个没人报？是我报了呀，你看我的后手。你看我们两个，我好不容易得了。我们是这样报的。我们是这样报的啊。东西啊，押题吧，还是押题？请来，来，去吧，来，你们家可去。我要压我了，他是放开。放开。3、2、1。哎呀！哎。展示一下，快去展示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适合在旁边。会很高。就是你相当高。我刷分怪，兄弟们，你把我卡还我，你偷了我一张卡，是的。我文，哎，这概率也太高了吧！我在后面放张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。3、2、1。谁呀？看不清楚，梁文。怎么还真是？哎，我先放的。谁呀？哎呀，打不懂这太难了。什么呀？我先放的。跑什么呀？我先放的。我告诉让我进去呗。我以为是梁文，我以为是我。竟然跑，报你一回头人不见了。我刚才吓跑了，我这样子报他的。记得几分啊？3、2、1。丁哥，这谁啊？我先报了丁哥。杨翔，我先报的杨翔。这是杨翔。杨翔确实是我先碰的。不是，他说丁哥。这是杨翔啊。你我们俩赌了好几把了，没赌上。3、2、1。大哥，大哥和贺。你是真的不让我报了，怎么跟你聊文的时候我就遇不上了，玩不起了。3、2、1。赵轩，神偷谁呀？别快去！谁呀？哎，我敲不过去啊！马扎奇，我宁愿给你又赢你分。小宋跟丁哥，丁哥现在最高分。3、2、1。张哥，张哥和谁呀？你别走，不是你能不能不要？怎么又有我呀？每次要抱人家的时候都是我给别人送分。3、2、1。我先抱的刘文啊。大哥。张哥。哎，我先抱了。怎么跟我有关系啊？什么事？你是有张哥吗？是有张哥。哎，是张哥吗？哦，是张哥。每次抱人都是感觉给别人送分的感觉呢。谁？我给你。啊，你这为什么第一个？你好像啊，像一个送分桶一样。上学，上学，我先报了，上学。报了，报了，报了。聊玩去吧。又有我。哎，我先报了。我玩不起了。哎，马哥。马，我给你想过。看到没，这帮分送的。3、2、1。要报准一个吧，聊玩。真的是。聊玩。有翔哥吗？有翔哥。终于准一个了。是牛。聊玩。有翔哥吗？有翔哥。终于准一个了。是牛。没有玩呢。哥，我服了。3、2、1。马大哥，兄弟哥，我先报了，我先报了。哎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就要赌刘文了。3、2、1。算轩。谁先报的？我先的，我先的。好想。这波有预判。3、2、1。刘文，我先报的。要闻，他看到了，不是他作弊，他一直手就在上面，你这个，他没开始，他一直看，我看到了，这个肯定算，我全部上交了呀，多少次了，我一定要看回放，再来再看，这分你必须给我去站过，我可以，不要，3、2、1，爆啦，哎呀，真有我。那是我的，哎呀，我看是我的，我摆了，开摆，对了，我怎么讲？
轩，我刚想帮马哥来着，你有点厉害了，马哥完全看不清。哎，大好，我们最后玩三个，好吧？好，玩三个，站好，这一定是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你，不可能。来，站好了，你翻吧，先翻好了。3、2、1，杨翔和我，绝对是你，送人头。下去吧，就两个，帮你们喊出来。抱好了，抱好了，我觉得我们俩报警了，报警了。3、2，报警了。谁啊？杨翔跟贺峻霖。啊？怎么又是我？怎么又是我？原来他就这样赢了。原来小白面也太轻松了吧？三分都是靠赌赌的。3、2、1，我报了两个，输的。哎，孤独怪物的。来，先加分，先加分。哎，我报了加分，先加分。本来就是两个不加分。那必须的，我还帮你们喊。那必须报了这个得来一个，他们的歌呢？对，我也觉得他们的。先报一个，报自己。要不然你就没啥急了，够了。我马上要报一下亚群，不然加不到分了。大家先展示一下。啊？没展示到。报两个数加来，谁得来呢？呀，我报好了，张哥，我报了亚轩的啊，我报了张哥和亚轩，张哥，我报了张哥，你们俩算谁报啊？我们一个0.5吧，先看看，把马哥的分给我们，马哥一分不加，马哥是一分不加呀，都加一吧，都加一，都加吧，对，马哥是一分，七个人都加，最后一个。团斗，突然又不想最后一个了，你咋知道是团的？是故意上来的，是团的，是团的。你看好多第二，是团的，是团的。要不瑶瑶领先，2，不能让他是团的，是团的。来吧，兄弟 ，OK， 七个肉加 ，OK。Sorry， 每个人都要加分，现在是？对 ，OK。啊，那我谁是第一？我有6分，6分是哆来咪发嗦啦。耀文比我多2次哦，我怎么混了6分啊？哎，从我这就混了3次走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有6分。马哥拉，快唱，到拉拉。丁哥有13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来咪发嗦。你打扑克呢？你唱个声拉。哇，声拉。你唱个声拉。咪发嗦拉西哆，然后加加加加高音拉。K 加分。15分，张哥10分，哎，张哥是10分，对，我也是13，你们跟三群一样，我比嘉轩平均跟我一样，特十三，那要文最多，要文15分，对，要文十五，要文有什么奖励吗？我要大家都发微博吧，大家要在微博上发我的帅的照片，并说那是两个，你这两个，我好帅，我好爱 ，OK， 就这样，可以。可以发全帅照，我也可以多发点照片。好看在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，我也觉得。对，不是，不只可以刷发帅照吗？它也没限制。应该是因为睡觉的时候。我觉得，要我任何时候都好看。我可以发那个打篮球。那么一针。